得我们都是反复过着相同的日子，然后呢，渐渐的已经忘记就是最初自己想要的梦想是什么，因为很多的工作啊，很多的时间的压力啊，然后很多的生活的考验，让我们每个人那个独特性借由这些东西被磨掉了，然后最后变成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然后我希望这首歌呢，是这首歌它是一个快歌，它是比较冲击的歌曲，我希望它可以施加一个力道，让每个人心中那个曾经拥有的梦想可以再度燃烧起来，然后给大家继续追求梦想的力量。是的。